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4号星期六，农历9月16。好，下个星期二就是农历9月19。啊，想来大家啊，台长不说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好，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度众生。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师傅。哎，你好。嗯，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请看一个那个七二年属鼠的。七二年属老鼠的是吧？嗯，对。他全家都在修，然后前三个月，然后做梦梦见得了癌症，然后身上长了很多的脓疮。七二年属什么？七二年属鼠的。男的女的？女的。啊、哦，有个姐。哦。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到庙里去拜菩萨。啊。不知我看那个样子，有点像地藏王菩萨，也不知道像唐僧啊、唐三藏啊，那个后来成佛的那个样子，起了不好的念头了。所以他这个也报到了、哦、叫他赶快多念礼佛。嗯。哦，多念礼佛就是忏悔，就是这个事情是吗？对对对对对。师傅他那个他是前三个月做梦梦见的癌症，然后就是最近就是最近又梦到，然后就是有个声音跟他说等到一个月要火化了。现实当中没那么快，但是的确是有个大劫。哦嗯，师傅看一下他的身体好吗？一个月不会走，身体没用的。哦、你要是看师傅看身体、身体再好，出去一撞撞死了，叫你一走嘛就走掉了。嗯，对对他渡了很多人，就特别发心。很多人脾气不好，渡很多人。嗯。急得不得了。嗯。嗯。那他的身体没有大问题是吗？有啊，妇科。哦，妇科。嗯。然后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件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在感情上。嗯。叫他自己好好忏悔。嗯。好吗？嗯，师傅看一下他莲花8510。哎呦，你看，真的厉害。难怪的，你看呢，凡是要有劫难或者他自己没有消掉，嗯、啊，天上莲花先拉掉，没了，没了啊，所以你看厉害吧？天哪！所以我跟你说，就有点像什么，你先要开除你什么什么什么公职，然后才法办一样的，听得懂了吗？哦。所以一个人不能做坏事，嗯。你叫他好好忏悔吧、你别看他渡了很多人，一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我不想讲。嗯。所以很多人跟我讲，哎呀师父啊，他蛮好的，他很好的。我讲什么，我说他练财，人家跟我说，哎呀他很好，没有，你知道的。嗯。我讲什么，为什么好讲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让自己的劫到时候化出来的话，爆发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自己不检点两点、要么就是感情上、要么就钱财上、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也会让你的业障、口业让你爆发的、所以师父叫你们学到以后嘴巴千万不要乱讲、明白了吗？明白、师父、他那个忏悔念了五遍呀到七遍、好好念了。嗯，好的。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我跟你说了，你跟我记住了。啊，像这种提醒他都是还有救。嗯。有的时候提醒都不提醒了，直接拉走了。你看有些人睡一觉、脑溢血走了，有的人出去一撞撞死了。你想想看好了，现在车祸多少啊？一年几十万人死亡啊，为了车祸啊。嗯。
想想看呢、嗯。我告诉你，这个很多的就是拉走的呀。哦。你以为啊？嗯、你开玩笑了，你命、嗯、命一勾掉，好了，人家说魂勾掉。你开车开得好好的，你突然之间脑子会晕的，你突然之间会出现幻觉，然后接下来就撞上对方了。嗯。明白了吗？嗯、明白，我一定那个让这个同修听录音，让他听的，师傅，嗯，跟骗我没有用的，明白吗、嗯？要自己心中彻底忏悔，嗯、到底有没有敛财？到底有没有感情上出格？到底有没有嘴巴胡说？嗯、听得懂吗？而且在解释在渡人的时候，嘴巴到底有没有不如法不如理的事情？这些都是犯天条的。好了，嗯 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然后师傅再看一个73年属牛的，看什么？只能看一个问题了。哦，只能看一个了。好，什么问题了？他身体不好啊。嗯，就是他是一个73年属牛的，然后他母亲是49年属牛的，然后他和他母亲就是这段日子好像是被那种灵性控制住了，然后。师兄们都很担心他，然后他们有就是有很多个群，然后他们想就是想怕损其他师兄的慧命，所以就想请师傅看一下这个他的那个图腾。一个是猴啊，老鼠啊，73年属牛的，属牛啊，嗯对，还有一个呢。嗯，还有个是49年属牛的，这个49年属牛的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然后是那种看得见的，嗯，然后好像就是说天天就是自言自语，然后他这个儿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也要听、嗯、很听他母亲的话，然后就就是师兄们就害怕这个他儿子被那个就是为什么自己好好的孩子不能自己创立一个群啊？为什么要去跟这种人呢、啊？就是人的毛病、嗯、明白了吗？嗯，我告诉你，你记住，是他妈妈渡的他儿子，是他妈妈渡的儿子。那么渡了这么多人呢，群里的人都是他渡的。嗯，这个我不清楚。好了，就是这个男同修他有几个群，然后都是修我们这个法门的，然后师兄们都很担忧，然后想那个看一下这个师兄现在的情况，不好不好，他跟母亲的那个冤结很深。嗯，而且他妈妈会走偏的，嗯，嗯，嗯，现在讲话越讲越糊涂了，就是他就是经常讲什么阿弥陀佛告诉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说就是讲很多，我告诉你，等到他脑子里，你要说阿弥陀佛告诉他的话，我告诉你，他还说很多奇奇怪怪的话，记住了，嗯，菩萨的话在经文里边都有了，所以说。菩萨某个菩萨出来讲的话，如果跟经文里不对，你就要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有灵性占据在他身上，明白了吗？嗯、好了，嗯。然后他想看他跟他母亲是什么关系，前世。不要看了，我这种不看的、哦。我希望能够培养你，能够以后看，你来看吧，还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啊哦就是他？他那个他哦，他们问的，那这个73年属牛的这个同修，他的那个身体就是。身体有没有什么？没什么，骨头不好，年纪轻轻关节已经不好了。嗯。叫他好好的自己修心吧，不要再搞了，不要让他妈妈参与，嗯、否则说叫他群给交给别人。嗯。哦。好了。嗯嗯，好的好的、嗯，好的，智慧，谢谢师傅。好，再见再见。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哎，请讲。对不起，师傅刚才没听到。然后，请师傅帮看一下一位男同修，帮他改一个字，他叫龚小俊，龚就是皇宫的龚，小就是大小的小，俊就是俊俏的俊。现在他想改成一个俊，就是。上面是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君子的君，可以吗？上面个竹字头，下面个君子的君啊。对。他熊猫啊，缺竹子啊。看好像。
小是什么小啦？大小的小。女人还男人啦？男的，是位同修。你让这句改好了，嗯。可以吗？可以，没什么大问题。好、哦，感恩师傅，然后请师傅看一下一个2012年属龙的男孩子身上是否有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2012年属龙的。对。有啊，有灵性，57张、嗯。好，感恩师傅。然后请师傅也帮他选一个名字，他没有中文名，然后他现在选了三个名字，请师傅看一下。第一个，他姓陆，大陆的陆，陆云君，羽毛羽，陆羽君，羽毛羽君，三点水一个平均的均。第二个是陆雨辰。哎，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你就三个名字报出来就可以了。陆雨辰和陆文辉。他属什么呢？几几年的？2012年龙，男孩。当中那个。陆文辉是陆雨辰是吗，师傅？嗯，你刚刚报的第二个是什么了？我也不知道。第二个是陆雨辰。嗯，好了。嗯。好，感恩师傅。对不起，请师傅再看帮一个师兄选一个。他是1969年属鸡的，他第一个选的第一个叫陆。慧平，第二个是陆慧莲，第三个是陆佳慧，第四个是陆一平，第五个是陆云平。第四个是什么啦？第四个陆一平，依靠的依，萍水相逢的萍。嗯。第五个呢？第五个是陆云平，草字头下面一个云，然后平也是萍水相逢的平，陆云平。哎，第三个吧。嗯。第三。啊、哦，第四个。感恩师傅，然后陆一平吧。嗯，好，感恩师傅，我会告诉他，感恩师傅，师傅您辛苦了，预祝师傅的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哇，师傅能听见我的声音吗？听见，你讲吧。哦，属兔的小女孩，你看看她有什么问题吗？啊，这孩子现在有点问题了，精神上，脑子啊，脑子有点问题啊，嗯、脑子啊，嗯，哦，怪怪的，想出来问题都是有点怪怪的，嗯，嗯，她是2011年属兔的女的，女孩，然后、嗯、那个师傅，她的那个耳朵不太好，应该是右耳朵。哦，这个我没太注意。嗯。啊，师傅，他这种情况的话，需要多少小房子？需要多少？啊，需要放生多少条鱼？78张。啊，78张小房子。嗯。放鱼要放870条。870条。慢慢放。嗯、啊，慢慢放鱼870条小房子78张。然后师傅，那个他的母亲非常精进。然后每天能念7-8张小房子，他学了好像有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师傅，他想知道他的孩子为什么就是今生会这样，他的那个耳朵。我告诉你，如果按照医学上来讲，脑神经细胞受损，小的时候。啊，对对对，他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回，他说他那个孩子是。嗯，那个神经性耳聋好像是先天性的，看见吗？啊，对对对，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从玄学上来讲，嗯、看他上辈子、嗯、道听途说，
偏听偏信造成的业果。哦，偏听偏信啊，道听途说，哦，是这样的啊，明白吗？嗯嗯，好好的念经的小房子念掉，像他这种病，就算念掉了之后，灵性不来搞他了，他要恢复一段的过程的。哦，是的，是师傅，我给你那个反馈一下，就是他之前梦到就是梦到南京菩萨，他抱着孩子，然后南京菩萨给他家孩子看病，然后他家孩子原来有一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然后同样一个医生检查，第一次检查是那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然后现在是有那个耳朵能听见一点了。嗯，要记住了，然后自己业障自己背。我告诉你，很多人到了人间来就是吃苦来的，不要什么去，哎呀，去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嘛，这种执着对他今后的事业不一定有好处的。你去看好了。然后师傅，世界上任何靠自己一步步努力上去的都比较稳，啊，听得懂了吗？对，师傅说的对，嗯，对。然后师傅，他的小房子数，他的母亲已经。好像给他许愿那张我那张纸条没在身边，好像给他许愿了有800张。我那时就是前段时间我知道的，好像是念完350张。对呀、他的小房子数那个是不是还需要就是多念一些呢？嗯，这个先念完吧，念完之后再加吧，自己21张一波。哦，行，21张一波，21张一波。啊，好的，是感恩师傅，感恩菩萨。然后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也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是。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对不起师傅，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图腾他是属什么的，然后那个他也不知道是几几年的，但是吧他非常精进嘛，然后就是我想师傅您能不能帮他感应一下，他因为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前几天吧，他梦见师傅那个两天晚上梦见师傅，然后一天是说师傅给他加持，然后他还那个比较犯嘀咕说为什么可能师傅到我梦里来给我加持，师傅有什么问题，然后第二天他就梦到说那个师傅给他开示，给他看图腾，说他这个左侧的这个也不是右侧的这个胸前长一个菜花似的一个像柱子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就比较害怕，然后现实当中呢他是他家里人好像是生病了，然后他给他家里人念了70张小房子，应该是他的外缘不好，明白吗？没错，他们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他非常精进，所以这个都是气场问题，所以要叫他好好努力的。对，然后师傅您就是能不能给他就是开示一下他这个小房子需要多少呢？他也是最近比较紧张嘛，因为他也比较害怕，因为小房子啊，小房子要220张啊，就能化解他的这个问题是吧？那好了，师傅好，我看啊。好，那师傅感恩您，没有别的问题了，非常感恩您，师傅注意身体，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师傅，再见，师傅。哎，你好。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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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师傅啊。啊，你好，你好，我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腰老是疼痛，是什么原因呢？你疼痛，你几几年属什么的？我是58年属狗的。哎呀，身上还有个小孩。哦，我身上还有小孩。啊，掉过孩子啊。哦，要多少张小房子呢？要65张小房子呢。不好意思，师傅。65张小房子，好好念。家里房子里还有一个要经者。我右面。进门的右手边，进门的右边，你说是我右边是厨房。哦，你说这里房子里有那要是厨房是一个储藏室啊。
黑黑的。嗯。黑黑。那是什么房间啊？啊，你说他，你房子是很小啊，但是都在右面呢，他就在你窗户这里那个灵性，你窗户上贴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窗户上挂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他就在那个上面。哎，我还是搞不清楚，你说窗户上。进门，一直走到底的右面。哎。哦，你说那个里面，你是走进了那个右面，那是嗯，有个窗户，看到吗？那个窗户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啊？那我还不注意，排风扇，排风扇，都是通过这个排风扇的。哦，你说哦，好了。不是师傅，哎呀，打通。什么字啊？我怎么知道你第二个什么字啊？黄什么？正啊。男的。对、嗯。几几年走掉的？哎，我都记不清了。啊。蛮和善的一个老人，蛮好的。这个人脾气蛮好的。个子不是太高，嗯，嗯，1.72-1.73米左右，75左右。他现在在哪里呀、啊？阿修罗，眼睛圆圆的，脸也有点圆圆的，嗯。还有多少？你别笑得这么恐怖，好吧？你要不要我晚上叫他来掐你脖子啊？好像抠一样的。不是，嗯，在阿修罗道呀。对，阿修罗道。再给可能到天道，因为这个男的人非常好，不跟人家吵的。嗯。哦，是啊，蛮好的，哎，很好的一个男人，手脚很勤快，嗯，嗯，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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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知道，好啦，不能再那你看了两个了，嗯，好了，你跟我思想稍微集中一点，好好念念心经啊，不开悟啊，嗯，你说我女儿啊？你呀、啊，你再这么搞下去，老年痴呆，听得懂吗？好好修啊，话少，好好念经，讲话的时间就好好念经，听得懂吗？嗯。嗯嗯嗯。听师父的话，我告诉你，没人这么讲你的，谁敢讲你啊？讲你的人都死掉了，你的老公，听得懂了吗？嗯。嗯。你说什么？自己听录音吧，好好的念经，把思维调整好，学佛。那是好好的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现在外面的人都不正常，听得懂了吗？哦，要记住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真的很不容易啊，稍不留神就会走偏，稍不留神自己连家都找不到啊！啊，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成现在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喂，请讲。快点讲。喂。啊，请讲。师傅。啊。师傅你好，弟子向师傅请安。嗯。师傅麻烦你帮我看一个同修，你的属兔1963年。1963年啊，讲吧。哎，属你的。想看什么讲吧？看到了。啊，想看什么？他的腰。嗯，腰了。他的健康。我告诉你，不但腰不好，关节也不好。关节不好，对，他的那个膝盖一直痛、而且我告诉你，妇科也不好，妇科也不好，颈椎也不好，颈椎也不好，还有眼睛酸痛，眼睛啊，眼睛啊，哦，我告诉你就问他，对，你就问他们就好了，又不是你咯，对，他在我这边，他点头了，他说对，
他眼睛是红红哎，师傅。红红的，我告诉你啊，有灵性啊，红红啊。哦，有灵性啊。啊，叫他赶快念经啊。小房子要多少，师傅？小房子要念67章。67章。这个是眼睛的嘛，对不对，师傅？对，念掉之后眼睛会好一点。好。而且还要叫他点眼药水。嗯。点眼药水啊。嗯。有，他有看医生，他有看医生。好了。那师傅他的腰，因为是腰，他说他腰比较痛。我看看，几几年属什么？他属兔子，1963年。兔子。啊。年轻的时候扭伤过。年轻的时候有扭伤过啊。嗯。还有。还是半年。还有。半年前。嗯。我告诉你，还有生孩子的时候腰也痛得不得了。哦，生孩子的时候腰也痛得不得了啊。嗯。哦。不过他是这个同学是半年前哦，坐车的时候哦。那个车有那个震动到啊，然后就伤到他的腰，看了医生，照了那个 X-ray。跟你说老伤。嗯。哦，老伤哦，好的，明白。那师傅，请问一下，这个腰腰需不需要小房子？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讲了？67张，那个是眼睛的啊，都可以。一样的，就身上那个灵性，哦、头上。卷了一个打卷的一个男人在他身上。哦，好，明白。那他的膝盖痛也包括这67章里面的。对，你问问他有没有一个男的过世了？头发一个男的过世。对，头发往后梳的。他的先生。哦，但是已经在天上哎。在世界天那时候，师傅无色界天。是啊。我看着怎么在他身上啊，经常来到他身上，会不会把他会不会掉下来啊？应该不会的嘛。还不会掉下来，不晓得，因为之前师傅跟过，还是在色界天。色界天啊。哦。你问他是不是有点胡子啦？还留点胡子啦？他的名字是叫郑啊，姓郑。讲给我听吧，我帮你看一下，叫郑什么？好，郑瑞，就是瑞士的瑞，然后麒麟的麟，郑瑞麟。我看看。好，继续师傅。啊，他现在告诉我，他说这个男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一个堂兄死掉的。他的堂兄啊！啊，你问问他，他有没有一个，他有没有一个堂兄啊？过世的一个男的。哦，有一个堂兄过世的哈、啊。嗯。嗯，想不起耶，因为他的个子蛮高的，有人家领养。啊。个子蛮高。啊。哦。领养了，就是领养人家家里的孩子呀。跟他关系挺好的，嗯，领养的，这样子的话，在这个郑，赶快叫他念经了。这个王人郑，啊，郑瑞林，这个还在天上吗？还在。嗯，色界天。哦，那好了。没下来，他们还在哪里？色界天。嗯，谢谢。好好听话，这些孩子要记住了，耳聪目明啊。人学佛学得好的话，耳朵也会好，嘴巴也会口齿伶俐，眼睛也好。好的。学得不好的话，增长愚痴，听得懂吗？很多人现在修得不好，整天那么找通灵人，不是增长愚痴啊，脑子坏掉了。哦。听得懂了吗？嗯，明白。好了。听得懂，感恩师傅。好了。感恩师傅的开示。啊。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同修啊、现在住在他自己的家，然后他想把这间屋子因为太大间想要卖掉，搬到一间比较小间的，然后想找靠近观音堂的，然后可以请师傅看一下还是开示一下，看他这位同修应该怎么做嘛。这种事情不要找我，好好求观世音菩萨去吧。求观世音菩萨。好的，我不是卖房子的，
你叫他好好求菩萨，如果他发心正，是为自己好好修心的话，一定很快的卖掉了。好了，嗯。哦，好了。好了，再见，好好好，再见。师傅，我明白了，谢谢你。再见。师傅，等一下。好了，不可以了。师傅。没时间了。哦，再见了，再见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见。师傅保重，拜拜。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大家要好好的学佛，要增加智慧。好了，下次节目再见了。